今日学习丝滑的连续单脚转加 round， 这是我的轴心要垂直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在转的过程中，你的大腿内侧要时刻保持夹住。那第三点呢，准备转动的时候要一直保持扭蛋。那第四点是什么呢？腋下一定要向下转，对，向下。第五点呢，我的重心一是在我的主力腿上去做旋转，二要在我的脚心的位置才可以去弯曲膝盖，再去挂 rounding， 我的轴心依然还要在我的左腿上。And 呢，十 ，three and four，OK，再来一次 ，four one and 十，看到吗？转弯的重心，十 ，three and four， 记得点赞关注哦。今日学习丝滑的连续单脚转加 round， 这是我的轴心要垂直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在转的过程中，你的大腿内侧要时刻保持夹住。那第三点呢，准备转动的时候要一直保持扭蛋。那第四点是什么呢？腋下一定要向下转，对，向下。第五点呢，我的重心一是在我的主力腿上去做旋转，二要在我的脚心的位置才可以去弯曲膝盖，再去挂 rounding， 我的轴心依然还要在我的左右。